不许偷看啊！爸爸转身去找藏身的地方，这时，儿子，你这小脑瓜可以啊！来，你看你老爸的聪明才智。得了吧，查查聪明都是布鲁可的功劳，跟你没关系。查查，我们来玩贴纸，猜一猜你是哪一种聪明宝贝吧。哇，你是机灵的舒小宝。布鲁可起初精灵系列积木是我一直在给查查用的早教玩具，可以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，促进大脑发育。快来加入我们，一起做聪明宝宝吧。啊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그거좀해봐아그거그어우그거뭐야妈妈先把这个放到这里，妈妈去屋里拿个东西，等妈妈出来才能吃，知道吗？嗯，好，拜拜。测一下王查查的自控能力。妈妈来了吗？铲地咽口水，铲地吧唧嘴。等待中的自娱自乐。祝有你随行几大个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王查查突然听到脚步声，然而妈妈并没有出来，并又耐心地等待。这时王查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急急忙忙地拿起一口吞下奶酪棒。这时妈妈又返了回去，查查内心慌了，不管了不管了，三十六计还没上阵。怎么了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，还不睡觉，还玩手机？拿来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他开着低起价的破鞋卡出了车祸，被父母说是最贵的爱心有大多数货。昨晚的主刀医生算得上是他最喜欢，他走到手术台点了药。从站在我家的门前，有一头小河，小河流流流的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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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你们都说查查从不哭闹，今天我来挑战一下他。没有哭，依然不哭。老婆，我们给查查生个妹妹吧，把这些好玩的、最好吃的都给妹妹。不哭宝宝人设要崩塌了吗？你是要去干嘛？流浪地球吗？哎，看来豆腐你是不可能啊！来，我给你泡杯奶，你消消气儿。这个伊利提领万珍物有中国专利配方加持，含有乳源二代 LPO、乳脂球膜和乳源燕窝酸。哦，
合了它，营养好吸收，又能促进脑力发育，还有满满的自控力。你去流浪地球，我是不担心的，不过要再等你长高些。别比了，我们先去参加金领冠举办的一起秀专利小小领航员的活动吧。等粉丝给我们点赞，就有机会参观航天基地实地考察后，你再去流浪地球吧。你还记得你的专利是什么吗？你别比了，这么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爸爸心里暗喜，套路查查成功，想霸占我的床没门哼。哎呦我的妈！去追梦想，我们去动物乐园，亲近自然，一起快乐成长。五月十六日起，和宝宝一起参与飞鹤同心陪伴去造世界挑战赛，舞出童趣世界吧！一个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此时已因为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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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们知道查查的招牌动作是什么吗？我给查查穿的可是小蓝象的儿童排汗内衣，整个背部干干爽爽，它比普通衣服更能吸，吸得快又吸得多。怎么样，现在还怕查查出汗着凉感冒吗？衣服是不错，可是它就不能换一种运动方式吗？比如扫地。查查白了一眼，追着爸爸满屋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